没有一千万不敢出来玩，你们赞同这句话吗？我录一下行吗？可以，没关系。啊，好好啊！刚才我在门口，我俩鼓足了勇气不敢进来，看你关着门呢。我刚才不在。不是，就刚刚我在，刚刚来这。哦。我看你关着门呢，我不敢进来，我害怕我社恐。没有，跟这不是他停住车没有？门啊开着不是？哦，不方便。啊，对对对。哇，你看，所有的房车车友如果都这样想的话，那我们的房车圈子就会玩越来越宽广。是的。我们任何时候都不能干利己不利他的事情。对。得给你点赞。谢谢你。我看看你的车哈，我自己这样一圈转一转啊。给你看，这儿这儿。它上方这个位置应该是一个遮阳棚吧？这是一个三轮的房车，后面是双胎吗？不是双胎。然后后方的话还装了这种空调外机呢。然后这边看一下，比较简单啊。从这个方位看，有点像拖挂。但是如果你再往前看的话呢，哦，还有车头。所以呢它又不是一个车挂房车。我们从前方的位置看一下哈。没有一千万不敢出来玩。你们赞同这句话吗？反正我是不赞同。你看出来玩的车子什么车都有。那这个车呢就蛮有意思的。在停车场里面我觉得它会很特别。它上方的这个太阳能板铺的还挺多的。它这个的话至少有1000多瓦吧。以我的专业素养来看应该有1000多瓦，一会儿我们去车里面问一下，如果没有1000多瓦，花花的这个专业就不太专业了 啊这个地方是个冰箱吧？是，我们进门去看一下吧，因为这个哥哥他很好交流，哎，他人很好。我来车，来你车里面看一下行吗？可以可以，没关系。哦，你要做晚餐了？对对，这边是一个厨房吧。哟，这还是最经典的后置厨卫车型呢。啊，你看后置厨房，这边是后置卫生间，然后家用空调。大哥，刚才我在门口给大家说你的这个车上有至少有1000太阳能，对吗？1000。啊，1000啊。职业专业素养还是有的吧？有。我这个工作能够保住吧？嗯。您这个能续航多少呀？我这个纯电能跑200多公里吧。纯电的呀？对，我这是纯电的。哦，烧油的话就不买这个了。哦，那你纯电的，你走哪里来的？从山东走青藏线过来。哦，您山东人？我是新疆人。哇，新疆人。这车是山东出吗？这车就山东出吗？哦，我们是河南的，所以你一说山东，我们感觉很亲切。怎么充电啊？走318了这样的路？有充电桩就用充电桩，没有充电桩就用太阳能。哦，对对对，太阳能啊，对，有它有太阳能板。对，您这个太阳能板是供下面电池吗？供底盘电池吗？对。哦，那挺好。我这基本上它这就是日常用电还有行走，基本上都是靠这个电，就一个电池。对对对。哦，你车上自带多少电？锂电池。24度电。哦，因为这是咱车上多大？纯电的嘛，纯电的话你要电少了。哦，对对对对对，走路。它这个下面。哦，你行车也靠电。行车它俩都共用一个。哦，那这个问充电需要多长时间？你这个充电需要多长时间？我从来没有用完过。你理论来说的话，就是一块电池差不多充满需要8个小时吧。8个小时。对。不过它这个充电机，你要是想快的话，你可以把它那个充电机可以加大一点。哦。它就是8个小时，8个小时它就可以一块电池可以缩短到4个小时、3个小时。哦，以咱的这种房车职业素养，你看它这个车里面的设计哈。它的那个驾驶舱空间占的比较小，所以它后方的空间很宽敞。嗯，你看这个厨台，这是得有2米了吧？从这到那边，跟床还长。2米多一点。哦，我看见了，这里还有一个折叠板，这样的话3米都有了。你看，这个厨台，哇，这边是您的衣柜。对对对。然后您这个车上还2张床呢。对。挺好挺好，然后上面还有蛮多的这种柜子。你东西怎么这么少呀？一个人吗？哦，我们的车子里面都是放的满满当当，塞得满满的。人多嘛。这个房车的帅哥看来是行走天下的，仗剑走天涯。大哥，您全国都跑了吗？开着他出来，我是才出来。啊，哦，我之前是跑那个大车运输的。哦，所以到处跑得多。哦，我现在开这个出来，我是2个多月吧。2个多月。对对对。你2个多月，你车里面这么少东西，干干净净的。这就拆出来，越往后玩东西越多。你晚上吃什么？辣椒炒肉。有时候很简单吧，炒个鸡蛋，很简单。一个人吃饭也好弄。对，简简单单吃一点。您车上有什么需要维护的地方吗？我们带的家伙事很全，所有的
扳子、钳子、电焊啥都有。嗯，现在没。没事，反正你有啥需要帮助的，一会儿你吃完饭去找我们。那个大车是我的车。行，那个车队都是我的车。行，打扰您了啊。没事，打扰您了。谢谢你。没关系。答应过我不会让我把你找不见。